其实也是看到一位朋友的故事，那但是其实也是都发生在我自己身上，然后很多感受其实都一样。当阳光在身上，轻轻地说，有些话太真。
中，让我能听得懂满身的伤口，撕裂的痛，忘不掉的忧伤，让我来为你守候。谢谢，当阳光在身上。我们是杨先生。